中和国际铜器会与哲方国际铜器会举办第30与31届联合交接典礼，铜器会的弟兄姐妹们齐聚一堂，见证新就任会长的交接仪式，现场热闹滚滚。这些年里面，也做了蛮多的活动，包括五月份的我们花莲伊那伦之前做社福，包括8月底的我们的乌山头之前做社福，这一切都是在前提会兄、前会长、然后会杰及会长的共同的努力之下所完成的工作。相加感谢一年来一路相挺与支持的长官们、会姐们，值得我们哲方会发光发热发亮。国际铜器会是一个关怀儿童、无远弗届的目标的服务组织。身为铜器人，相加秉持人机以及人弱以弱的精神。两位会长即将卸任，对于任内的工作都是全心付出，交接硬信给下一任的会长，代表着传承铜器会的服务精神，也要在地方持续奉献下去。中嘉新闻杨昭丽、小峰综合报道。